金曲歌王萧敬腾最新单曲《撒哈星球》上线 ，MV 中的E7N9火箭太空舱场景竟然出现在内湖区的手摇影店。近期副业经营很旺的萧敬腾，特别结合歌曲和自创的手摇影店，推出自己最满意的魔幻百香花青素冻饮，呈现极光绚丽的色彩变化。媒体朋友也看一下，听说这样子的摇晃以后，哦，马上就发现饮品的颜色有一些变化。魔幻时刻有没有？给大家看一下 MV 里面的可爱的火箭嘛，对，就是 MV 里面就是我自己做的，啊，然后啊，就给大家拍拍照，啊，也是一个很棒的拍照，摸一摸可以，摸一摸，对，质感蛮好的。不过这一次的这个 E7N9 因为常常出现在不管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火箭啊或者是单曲封面上都可以看到，然后网络上我昨天晚上还看了一下，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哎，大家不知道什么？不知道E7N9的意思。E7N9就是一起很久的意思。啊，一起很久的意思。一起很久。啊，这个歌，我自己听，反复的听，就觉得它是一个奇幻的过程，奇幻的旅程，那很特别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想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嗯，对。萧敬腾开心地跟媒体介绍内湖旗舰手摇饮店的摆设是他心目中的探索太空船，同时也推出到台南吃到的美味吐司，打造层层惊喜，让粉丝惊艳无比。记者问俊台北报道。